身在人间，做了许多工作，在做工期间，神也发表了许多言语，这些言语都是让人蒙拯救的言语，都是世人大道与神相合而发表出来的言语。但神在地上得到的，与神相合的人并不多，所以神说，人都并不报爱神的言语，因为人都不是与神相合的。这样神所做的工，就不仅仅是为了让人能敬拜神，让人能敬拜神，更主要的是让人能与神相合，更主要的是让人能与神相合。历经败坏的人都活在撒旦的网络中，都活在肉体中，活在私欲中，根本没有一个人能与神相合，根本没有一个人能与神相合。那些自称与神相合的人，则都是崇拜渺茫的偶像的人，他们虽称神的名为圣，但他们所行的道却与神背道而驰，他们的言语满了狂妄自信，因为他们本都是与神为敌的，都是与神不相合的，都是与神不相合的。